现在开始咯！欢迎来人生路，西瓜到顶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磊到顶来看戏。山内关系成为九八仙传奇精彩继续。张磊告诉咱看到，好心哥一卖又一卖，经受到卢洞宾对伊的考验，最后用家己的孝义感动了天地，成功的并列八仙。另外一边，铁拐李负责去点花泽国姑。如今的泽国姑身为皇亲国戚，有权有势，生活无忧无虑，所以金钱关系考验对伊来讲实在太简单了。那铁拐李为了想出考验的难题，因公是用心良苦。后来江西水灾泛滥，皇上规日抓罪金牌，无心上吊，官员却无放纵这件代志，并个服皇上，大家急了是夸夸死。泽国姑知影这件代志以后，马上向皇帝禀报，但无想到伊的这个行为，唔那无得到皇上的答复，反倒等因为几难卖交叉皇上，所以惹怒了皇上。结果皇上要将伊拍入天牢，之后一直忠心为国的泽国姑非常的寒心，感觉家己的一片忠心给错付了，最后一气之下就离开了皇宫。后来伊在半路顶面拄到铁拐李假扮的尊家，究竟铁拐李会怎样来考验伊呢？泽国姑是不是方受得掉伊的考验？精彩好戏，咱到底来看。
是要过度，啊是要问路？路还准的，度我几何？何讲？何讲？有路，有路啦！嘿，哎呦，你这只赤兔马啊，是袂使上我这个小船阿片的。船我最好哩。那你讲啊？嘴啊，嘿，我有一只这个下腰，嘿，我这个小船啊片啊，只能载人，袂载马，只能载马，嘿，袂用去载人，那是载人兼载马啊，嘿，帆船啊，沉沉去死哦。可是这马那是无归好归依，这千里路途，你怎样行好，你怎样行去？不是，我做两摆，甲你渡过去，坐得点船啊，帮我去点去死。多谢船爷，但这爷准备多钱啊？爷背好你。啊，好过，太好过。是山歌，土海唱的乃是戏调，我们这上车人啊，唱的乃是上车调。上车调，准家呀！Thank you.
吓死！这无钱人啊，行这都无米。我看你呀、啊，有钱有势，嘿，哪知我这艰苦人的滋味，收钱无容易。你若未吃苦啊，赶紧落去办去。准的，我虽富贵无忧，可是我对百姓苦难乃是感动心焦啊！我看你心情富贵矣，有提满贯气，心志不坚，那如何神仙？是，这种意，准给。我愿吞去这荣华富贵。啊？唔敌这家财万贯钱，我愿脱去凡胎，一心向道。你记心坚定，我来做一天做一天。国故正在修炼仙事，你就作为师一臂之力，多礼遵命。
逍遥记，不仅要读绣红衣，今日家在何无比。难离公啊，人以修为天，无家空空殿呐、啊。哦，观看前面有一座草厝，待我暂且休息片刻就是。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不用再戴口罩吗？疫苗免疫成功率不是100%，新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，因此接种疫苗后还是应该继续佩戴口罩，特别是在公共场所、人员密集场所等。其他防护措施如手卫生、通风、保持社交距离等也需要继续保持。
啊，恁店的上好的茶，啊，泡安怎个？水来。公主啊，请用茶。茶水啊，也未歹，所以饮着加袂来。有听无？我甲公主讲过啊，这茶水未歹啊，这水饮啊，就要加袂来。所以啊，这细婴啊，就要必死就讲。小点心开吃，这路边细人是狗味去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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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狗味去啊！你顶好死。哎呦，公主诶，公主啊，讲到你这饭餐厅，会吃未烧钱，互我看了真结心。哎呀，公主啊，店主倒落一身。是我啦，小店确实是无钱，还望公主着宽容几时。原来呀、啊，可是这天仙大美人呐、啊！公主、啊，光伊水也无水，伊细人甲无够，咱着拍甲互伊倒一点，佫袂翘嘴。哟，你你你，你个大弟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过来，过来，像这种啊，作死顾苗条，像转来哦，本公主啊，做梦最逍遥。丢丢丢丢丢！但这啊，咱若是花苏文加进京，那无啊，伊会骂恁两个啊，小心点。好好好，公主，这我来帮。办个好事吼、哦。是。恭喜小娘子，福喜小娘子。哦，喜从何来呀？小娘子，小娘子，真是好八字，背着枝头束五枝，阮公主挂你真标志，上日带你到西夷，做。说伊，要讲也想要吃地瓜棍，那我就送恁三个字。三个字，恁都落三个字。来，滚，滚！哎呦，滚住，滚住，滚住！这分明就是伊落敬酒，唔吃要吃花酒嘛。来啊，敬酒，是是。走。哎！你是何方奸盗？竟敢欺辱我娘你，真是无法无天！我呸！天无照家己，人无照道理，在这地界呀，我讲伊就是伊，讲伊变啊，就是变。阿弟，你这小娘家啊，卖大只甲刀光银珠哦！哼，我倒要听听看。你的苦山受偌多？嘿嘿，好，爱听爱听，我著讲只分你听。你甲我徛好势，唔通听了等下啊掉车镜咯。用素海，那分地甲阮是亲戚。我的表姐夫乃是分地。
亲大姑，祭品只为万岁祝，就是东条周国姑。周国姑，啊！安子，我的后代，当啊未当？当！我的靠山，会行啊未行？当！顶辈这阵后子啊，香港共哪解释？第四，第二个第四，第二，我哩无当，我救救人诶！那，好啦！也敢冒充冤家，分明是你偷窥呢！来呀、啊！有、啊，跑！阿信，你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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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！阿弟啊，阿弟啊，啊，冻一杯掉嘞。哦，
哎呀，关注哎，哎呦喂，关注啊，你别你领导嘞？啊，不是啊，我用公公巴肚疼起，面子长啊变老长，疼个直叫白啊！哎呦喂，关注啊，我提我你吃哦。哎，万真是万真是，今个今个，老母家这少年的啊，受你搞起来金蛋蛋啊！哦，我这天心的不安哦。哎呦喂，关注，放心。看我这组团的乌纱剑，那是去使落去，伊下到老煞袂见。阿来有阿来有，家己相互相回复啊，公主会甲你见。好，谢阿明，谢阿明。好，来来。来。侥幸，目睭比你灵，过会天吊神。啊，这摆唔着着山，就是侥幸。哟，紧个啊，跟转来去啦。哦，紧紧紧，关注诶，关注啊！哎呦，关注诶！呀，你看，好一个这五连胜的祖国军！变得来去了、哦那是仙姑，仙姑救命，仙姑救命！方才我已是话解救你性命，如今你无仙无听，哪来救命？我不是求仙姑救我性命，那所求何人呢？仙姑啊！Thank you.
你就是高老仙，仙书在先，请受地主一拜。万来，你呀、虽有相养，但我心未高，这回金毛想起啊，这条啊，请仙书指点。我来问你，你既要听我言相，但你可知这万恶的根源何在吗？贤叔，地主已断，我望贤叔指教。民间将来啊，听我不透，休拜我。万来，你呀、虽有相养，但我心未高，这回金毛想起啊。人间为何心罪恶？听我不透，休拜我。是我解救于你，只惊又加添王贵一命。是，老阿婆，你怎样伤心流泪？莫非受什么内疚吗？家
恨，实在可恨。为娘立誓，尽量为夺宝，莫害宝宝。崔老阿婆，替我建立那两位少妇俩翁公堂，行礼公道。多谢恩人，多谢恩人啊！草见我老爷，嘿嘿嘿嘿嘿，您多一个是原告，多一个是被告啊！王老爷，我是王哥。王老爷，我也是王哥。啊，恁两个拢是王哥，啊，难道叫本老爷做被告啊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老阿婆啊，你讲多一个是王哥啊？回禀老爷，老身我正是王哥。啊！你是原告，可有证据？证据在此。来啊，有，将证据呈上来。是。太笨了呀，滚！哎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三米八米，原来啊是一支笔牙机。哎呀，管老爷啊，你也真下慢咯。这支呀，可是一支点金棒。啊，点金棒！管老爷，这是阮家代志，阮接下你来处理。阿婆，那金回去，点去啦。阿婆，那回去啦。故事发展到这，这个故最后是不是有方帮助妇人讨回公道？伊是不是最后有方经受掉一个贤淑的考验，顺利的受得成为呢？明日要为观众朋友您播送的，就是《八仙传奇》精彩大结局。想要知影剧情最后的怎样来发展，观众朋友记明日上一个时间，准时的来锁定的文视关注，到底来看戏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日再会。